不过呢，教练今天罗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球队会议当中。那这次会议呢，主要的目的呢是比较一下整个的这个纪律，包括作息时间，也算是对内的第一次这个沟通。那么今天罗呢，他可能因为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参与到这个球队的这个会议当中。那么今天下午呢，今天罗将会带队进行他的第一场这个训练课。我不知道现在小罗在罗队的这个训练队里头没有亮相，但是我想海英应该也是接触到了我们的女区的一些队员们，他们对于小罗的到来，现在在他们的心态里头发生了一些什么的变化？因为这一批队员呢，大部分都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期间当中，由小罗和他的这个助教啊，是一块儿从600多人的全市的这些体育苗当中选出来的，尽管大部分没有练过这个曲棍球，但是从身体素质方面来说呢，应该是不错，都是有练体育的这样一个底子。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是原来的老上海女区队的这个队员。不过这些队员呢，有一部分也是之前没有过任何比赛经验，刚刚准备调入一队的这些新人。他们呢将和这批600多人当中选出来的部分的这个球员组合成为新的上海女区，来备战明年的这个全运会。看来这支新的上海女区可以说是在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之下所起步的，也希望我们的这位非常著名的魔鬼教练陈昌国能够带领上海女区。非常感谢海英教练。